我就是冒这个王八蛋，他是王八蛋，我背着啊汉奸的骂名，给他做牛做马，可他呢，非打即骂，我在他面前连条狗都不如。打了败仗怨我呀？啊，他们没有打过败仗吗？再这样下去，我还不伺候了你。是啊，司令。司令。 要不咱们就拉着队伍走吧，不受解放军能气了。去哪儿？去哪儿？拉着队伍去哪儿？遍地现在都是日本人，你说拉着队伍去哪儿？再说，三儿，汉奸这帽子一旦戴上，就拿不掉了。这不是您刚才说不伺候他们吗？啊？你就是笨。 听不出来啊，我刚才说的那是气话，你听不出来啊，司令，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打龙家集。我看这武藤大佐是知道您的底细，就赖上您了。您到了龙家集，您还真准备对龙三爷和龙家的自卫军下手啊？那可是您的。 这我不知道啊，这我不知道啊。所以我跟他说，龙家集不能打，我要去劝降。那万一龙三爷不接受劝降呢？不接受，不接受来硬的，绑了。司令，那您还真能下得了手啊？这有什么下不了手的？啊，你知不知道龙家集拿不下武藤，就要要我脑袋？那也是啊。 那万一龙三爷他死都不答应呢？三儿，当年他把我赶出龙家，多残忍！我跟你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沾。呸！佩服什么呀？你怎么不弄你亲爹去？谁心里不难受？不过三儿。 我呢，一直把你当亲兄弟看。我是最信任你了。来，把这酒喝了，喝了喝。谢谢哥。记住，有我在，我吃肉，你就能喝上汤。司令，哥，你就是我亲哥。刁三儿，以后愿享犬马之劳。这样。 明天咱们就去龙家集劝降去，千万记住，去龙家集一定要保护好身份，告诉他咱们就是为政府办事的，军统呢身份要保密。首先呢，先劝降龙西城，如果成，皆大欢喜；如果成不了的话，咱们就把龙家集的把他那个军事部署啊，给他摸得一清二楚，然后把自卫军的军权拿过来。 有了军权，谁还怕谁呀？是啊，啊，明天就去啊！啊，当然明天去了。那哪天去啊？哎，三儿，这样啊，明天咱们就好好唱一出双簧，你呢带上几个可靠的兄弟，千万记住了啊！告诉他们，没行动之前不许泄露我们的身份，谁要是泄露了，我弄死他们！好的，司令，我记住了。 这样吧，让他们装哑巴。啊，言多必失。好的，司令。哦，我还有件事要提醒您。说。您说，您都十几年没回龙家集了，您觉得龙三爷会认识您吗？三儿，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去送死去。所以说，你就是笨。 行，那就好。哎，蒋司令，你们穿成这样，这是要去哪儿啊？兄弟，我跟你说的借兵报仇的事儿，咋样了？吴二，实话告诉你吧，你现在这条命留着。
已经就够不错了。不是，你还能跟我吃香的喝辣的啊？烧高香吧你！我还想找盛中豪报仇。哎，听着，沃儿，现在最要紧的事是龙家集的事。这件事如果办不成的话，咱俩谁都别活，明白了吗？不是，这武藤也太狠了吧！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武三给崩了，这下可好了，武三没了，我盐山的几百号弟兄都没了。好，再好，再好。哎，我告诉你，武藤大佐已经让大岛去虎啸山去剿他们去了。一个大队的兵力，这盛中豪他必死无疑，明白吗？老子恨不得活剐了盛中豪！老子恨不得活剐了盛中豪！好，好，好，来，来，你好，继续好，哭哭你哭，瞧你那娘们唧唧的样儿！我告诉你，你剐他，大岛剐他，谁剐不是剐呀？哎，你给我留在这儿啊，好好盯住了，我还得赶路呢，别哭了。别哭了。这段日子，咱们做了不少的买卖，也让鬼子折了不少老本，他们心里肯定不痛快，所以他们一定会做好准备，随时过来报仇。大当家的，按照你的吩咐，二号营地已经建好了。虎啸山山高林密，我们呢熟悉地形，鬼子来了，咱们就跟他们玩捉迷藏，打游击战。累死他们。说的没错，鬼子火力强大，我们不能硬来。我很认同杨队长说的游击战，正合我意。报！队长，鬼子一个大队正向虎啸山开过来。我们说曹操，曹操就到了。他们到什么位置了？刚过一线天，还有不到三十里。命令兄弟们收拾粮食还有武器，赶紧撤离。是是，快走，走，好，走，走，走，快，来，快，等着，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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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报告少佐，整个山寨都搜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发现，就连一粒粮食都没有。盛中豪，你这缩头乌龟，出来，和我决斗！把这座山寨收掉。是。探子来报，说小鬼子没找到咱们，一把火把山寨给烧了。烧了就烧了，大不了我们到他们那里去弄点材料，重新盖一个。奶奶的，咱们也盖个司令部，比他娘的日本人更气派。建成之后，叫大岛茂这个孙子来剪彩。探子还报，鬼子在那儿临时扎了营地，还源源不断的送军需，看来鬼子要跟我们死磕。如果像这样再耗上几天的话，我们吃饭都成了问题。
咱们要么放弃虎啸山，要么找外援干掉大道貌。虎啸山是咱们的根儿，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放弃。我看还是先找外援吧。好啊，一定要干掉他们，否则的话我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先找外援也得出去啊。哎，那个鬼子把这儿围得跟铁桶似的，咱们去哪儿找啊？这没事，有条小道可以绕过去，但是人多了不行。行，那天黑之后你就带我出去找外援。好。那你准备和谁联络？找龙三爷，找龙家级民众，抗日自卫军。要说起打日本鬼子，他们可是全力以赴的。不要紧张，龙三爷他可是出了名的抗日英雄。漕河一战龙三爷也带兵参加了。龙梅曾经说过，只要是我们虎啸山有事的话，他一定会鼎力相助的。龙梅虽然这么说，可龙家集毕竟是龙三爷说了算。当年咱们就跟龙三爷结了梁子，这一次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出手。是啊，咱们跟着蒋有才的时候没少对龙家集下手，那龙西城肯定恨咱们呀。哎，此一时彼一时嘛，现在我们也是抗日游击队啊。我觉得我们的虎啸山跟他们龙家集现在是坐在一条船上。所谓唇亡齿寒，为了老百姓，我相信龙三爷他肯定会愿意的。好，只要龙三爷愿意，我杨大麻子就算是拿我的命去赎罪也心甘情愿。好，大哥，我相信龙三爷他也是个明白人，只要把话摊开了他是不会计较的。好，这个和事佬我来做。如果能够和好那就太好了。冯顺，等天黑的时候我就带着小婷下山，你来引路啊。好，没问题。好，大家先休息一下，天黑之后我们行动。好，我去那边了。现在只能麻烦大哥带着兄弟们再坚持几天，等我们消息。你放心去吧。司令，您找我。坐。哎，三儿，现在我们的位置在祠堂镇，离龙家集还有十里地。记住，到了龙家集之后，告诉兄弟们，尽量啊少说话，甚至于不说话，言多必失。还有，从现在开始，你们都要叫我大少爷，不要叫我司令。是，司令。哦，不不不不。大少爷，那我们总是不说话，会不会引起别人怀疑啊？我会跟他们说，咱们的身份特殊，是搞秘密工作的，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是，大少爷，都听您的。还有，到了龙家集之后，我们首先就要拿下龙家集自卫军的军权。如果拿不下军权的话，咱们得摸清楚龙家集他们的军事布防，还有。他们到底有多少兵力？三儿，如果出现了什么特殊情况，咱们走散了，就在这个客栈碰头，明白吗？是，大少爷，没问题。这一次我们选的人都是非常可靠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记住，出了什么纰漏，我弄死你。是，刁三明白。去。是。田养兵，我现在终于明白什么叫花钱如流水了。是啊，融资又见底了，正在精打细算呢。爹爹啊，准备再筹集一笔资金，不管怎么说也得把兵练好，要不然咱们这些钱不等于给日本人背着的？没错，爹。
关于精打细算这个事儿，我觉得你也得夸夸我。嗯，我以前大手大脚的毛病，现在已经不治而愈了。哦，我这败家丫头，嗯嗯，忽然懂得柴米油盐的金贵了。哦，这让爹爹可有点意外呀！啊，老爷，嗯，给你熬了碗参汤，来。哎呦，以后别做这些东西了，把钱省一省，多买两支枪，比什么都强。嗯，你可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你的身体好啊，就是我们大家的福分啊。你的身子可比那几支枪重要。喝了吧，喝了吧。啊，行了，行了，行了。老爷，老爷，干什么啊？慌慌张张的。老爷，来人了。捐款的？哎，不是，来的人好像是大少爷，我也不敢确定啊。你是说龙飞？是，应该就是他。老爷，老爷，看，就是他。爹，娘，不孝儿龙飞给二老请罪了。娘，你看他真的是被我爹赶走的，我龙飞哥哥。你真的是飞儿？爹，我真的是飞儿。您还记不记得18年前您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给我胳膊上刺了忠义两个字？你看，爹，这忠义两个字陪了我18年，一直在我心里。我谨记您的谆谆教导。爹，娘，飞儿，爹，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呀，飞儿？你怎么不回来？娘找了你10几年。爹，是爹爹对不起。爹，您千万别这么说。其实，在我心里面，我应该谢谢您，谢谢您在18年前把我赶出去。我知道，您那么做是为了我好，您心里面千万别有内疚。孩子，你还记恨爹爹？不记恨，不记恨。好孩子，啊，起来，起来，让爹看看。别哭了，哎，梅儿，来，梅儿，梅儿，这是你哥哥，龙飞，这是你妹妹梅儿，你走的时候啊，她才2岁。梅儿，叫哥哥，叫哥哥，妹妹，叫啊。哥，哎，太好了，老爷，少爷回来了，我去准备酒菜给少爷接风。哎，快快快快快，好，快快坐，快坐，爹，快快，哎，爹，我来接，让我来，让我来。娘，快坐吧，飞儿。来来来，
菲儿，这个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野鸡，你妹妹啊专门为你打回来的。嗯，谢谢娘。尝尝。好。嗯，行。哎爹，嗯，我听他们说你现在过得特别清苦。你爹啊，他就是为了打鬼子，平时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卖田卖地，把那些钱呢都拿去买武器发军饷了。哦，爹，嗯，我就想问您招兵抗日图什么呀？图啥？爹啥都不图，爹这辈子啊没干过什么大事，爹呢就想守着祖宗留下的产业过个安稳的日子。可是现在不行了，日本人打来了，啊，田少翁的日子过不了了，怎么办呢？打他娘的吧！别这么干，往小了说，咱这是保卫自己的家乡。嗯，往大了说，爹这也是为了国家呀！啊，爹，您还是那么豪气。爹，嗯，您还是那么视金钱如粪土。是，爹爹。就是视金钱如粪土，可是这样呢，就苦了自己家里的人呢。来人，爹，嗯，这是纯金打造的手枪。俗话说得好，宝剑赠英雄。我觉得这把手枪，特别配您这个大英雄。哎呦呦呦！这，哎呦，瞧瞧，怎么样？嗯，哎，菲儿啊，这要是把它化了，能换不少大洋吧？哎呀，爹，娘，好好，这是送给您的。哟，哎呀，哟，这，哎呀，你看看，这多好啊，菲儿啊，你怎么有这么多好东西啊？妹妹，嗯，这个礼物呢虽然有点小，嗯，但是是哥哥送给你的情谊，你肯定会喜欢的。来看看。谢谢哥哥。哎呀，好看，娘娘你看，嗯，是不是很好看？好看。菲儿，你在外面做什么的？怎么会有这么多值钱的东西啊？爹，我离开龙家集之后呢，我干过很多营生，我要过饭，犯过马，当时啊还差点死了。后来我去当兵了，这些啊都是战场上缴获的。菲儿，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吧？哎，菲儿，爹爹不好，嗯，爹爹如果当年不把你赶出去，你哪能吃这么多苦啊？爹，嗯，哎呀，爹爹没能做到做父亲的责任。行了，爹爹在这儿给你赔个不是。哎，爹，别这么说，你先放下。爹，这杯酒啊，我不能跟您干。18年前您把我赶出去，您那是为了我好。我离开龙家集之后，吃了很多苦，经历了很多磨练，我才知道爹爹当初是为什么要把我赶出去。俗话说得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您要是当年不把我赶出去啊，说实话，我现在啊肯定是一个大败家子儿。哎呦，那可坏了！你要是大的败家子儿，
再加上你妹妹这个败家丫头，那咱们这个家可就彻底毁了。爹，对了，哥，你刚刚说你当了兵了，那你在哪个部队啊？你先下去吧。是，大少爷。爹，娘，妹妹，其实我的身份很特殊。我以前呢，是在29军37师当了个营长。七七事变之后，部队被打散了，我们就打游击。后来我就进入了汪伪政府。啊，爹，妹妹，你们千万别急。其实啊，我是在汪伪政府里面卧底。卧底？什么叫卧底啊？哎呀，你就别问了，跟你说了你也不懂。爹，娘，这件事千万不能泄露出去。如果我的身份泄露了，首先会连累到咱们家，再其次，整个华北情报系统都会遭到很大的破坏。菲儿，这个工作可不容易啊！啊，不但不能叫别人理解，弄不好呢，还要背着个千古骂名啊！爹，只要能抗日，我连死都不怕。什么千古骂名，我不在乎。菲儿，行。爹，这如果日本人真的要攻打龙家集，您会怎么应对啊？怎么应对？我知道，咱们就凭咱们现在这个样子，打不过日本人。但是，打不过也得打。小日本想进龙家集，行啊，踩着自己人的尸体，来啊！你们呀，一说话就说打仗的事儿。菲儿今天刚回来，就不能说点别的呀？对对对，你娘说的对，你娘说的对。咱们呢，不说别的了，好好吃饭，好好吃饭啊！来来来来，来。列祖列宗在上，当年西城铸下大错，将长子龙飞逐出家门。18年来，西城垂心泣血，夙夜痛悔，只盼我儿龙飞能早日回家。多亏列祖列宗保佑，今日龙飞终于回来了，我们龙家后继有人了。妹妹。哟，哥。准备干嘛去？回屋睡觉啊。你怎么还不睡啊？我呀，睡不着。哦，哎，能不能陪我聊聊天？行啊，来来来，坐下聊。哎呀，哎呀，回来是真好，心里边觉得特别踏实。哎，妹妹。我还记得，我走的时候，你也就这么丁点儿一个小毛丫头。你瞧现在，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哥，人家不长成大姑娘，还真长成大小伙子。是啊，如果长成大小伙子，那不得吓死人了。讨厌。妹妹，其实我这次回来呢，还想训练一下咱们龙家集的自卫军。训练龙家集自卫军啊？你想怎么训练？说说说说说说。啊，我首先想提高咱们自卫军的战斗能力。嗯。还有，想替咱们自卫军换一下装备。咱们自卫军的那些装备啊，实在太差了。哎，哥哥哥。嗯。我没听错吧？你能弄到武器？
是啊，你也知道哥现在是什么身份。那太好了。哎，我跟你说啊，哥，我们龙家集现在最缺的就是装备。哎，不过这个我觉得呀，现在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我得先了解这龙家集咱们自卫军到底是一个什么家底。首先啊，龙家集自卫军有多少人，这个战斗力怎么样，武器装备怎么样。你看，如果我了解了这些呢，我就可以对症下药，哪儿缺我可以补哪儿。这太简单了，哥，我带你去龙家集自卫军的军营转一圈，你不全都知道了吗？但是缺枪支弹药这个事儿，爹最伤心了，你可不能吹牛啊。你觉得你哥是个吹牛的人吗？哎，我告诉你啊，妹妹，我虽然在上海南京不是个呼风唤雨的人，但是也是在各个渠道能说得上话的人。嗯，不管不管，这事儿有待考证。明天一早我就带你去龙家集自卫军的军营。我告诉你啊，龙家集不单单靠的是武器，还有布防。是吗？嗯，那行，明天我倒要看看咱们龙家集这个布防有多牛。嗯，明天咱们说定了。明天一早。行，妹妹，也不早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好嘞，那我可去休息了啊。好，你也别太晚睡啊。明天见。明天见。一，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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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一，二，这就是咱们的自卫军，我带你来看看，看看。一，二，二。咱那边几个还真挺好的。哎，罗非啊，你用你的军人的眼光来看看咱们这个自卫军练得怎么样啊。首先精气神很好，基本功也很扎实，不过就是武器装备差了一些。如果武器装备要是好一些的话，那应该是一支很有力的队伍。嗯，你说的太对了，这些人呢缺的就是好的武器，还有很多人只能用大刀和弓箭。哎，但是话又说回来，打仗并不单单靠的是武器，精神也很重要。国家能撑到现在，还不是因为有许多人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唤起民众啊。是啊，爹说的对。哎呀，爹爹决意要为这一方百姓，为这个国家献出自己这条老命啊。要是我能用自己的血唤醒大家，让更多的人来保卫家乡，那爹爹这个血也没有白流啊。嗯，爹，听完您这番话，您真是大义凛然，思虑长远，真有老将廉颇之风范。儿子是既佩服又惭愧。哎呀，儿子，我怎么能比得上廉颇呢？爹爹啊，就是有一口不服输的气。爹，嗯，你想过吗？这打鬼子其实有很多方法，我们可以诈降，用这种方法来对付鬼子，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伤。龙飞，这个恐怕不妥啊。你做的那个事情嘛，爹爹不懂，但是这是一支武装，如果我们有了示弱和屈服，那得让多少人失望啊。爹告诉你，打仗最能够凝聚人心了，知道吗？爹，嗯，您的话儿子铭记在心。哎，怎么样，把树根叫过来。哎，炸炮头。一，二，一，老爷，梅姑，大少爷。嗯，赵队长，真是训练有方啊，怪不得我爹和我妹妹一直在夸你。大少爷过奖了，兵练得好都是梅姑的功劳，我只是他的马前卒，梅姑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哎呦呦呦，第一次听你打官腔，大
的还挺有模有样的。行了行了，你们都是龙家级的守卫者，也不用谦虚。树根，叫大家停一下，都过来，我有话跟大家说。是。所有队员集合了，所有队员集合了。哎，集合了，集合，快点！来，大家集合，快点！报告总指挥，所有队员集合完毕，请总指挥训话。嗯，弟兄们辛苦了，龙老爷辛苦。看到大家斗志昂扬，我打心眼里高兴啊。我今天呢，有一个特大的喜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那就是我龙西城的儿子。回来了。好，他也当过兵，打过仗，从今往后呢，他就跟我们大家一起打鬼子，帮助我们训练队伍了。好。先生，先生，朱先生，朱先生，先生，菲儿，哎，娘，来，把这碗银耳莲子汤赶紧喝了吧。哎，娘，来来来，您赶紧坐。来。哟，菲儿啊，你说你在外这么多年，一定受了不少苦吧？怎么把眼睛给弄坏了呢？哎，这眼镜怎么没度数啊？戴和不戴没什么区别吧，娘。这度数啊确实不高，主要是我现在啊得了风沙眼，不戴眼镜呢一招风，眼睛就流泪。司令，司令。啊？咋咋呼呼什么呀？没看见我和我娘在聊天吗？没规矩，下去。是。哎，菲儿啊，他刚才叫你司令，你什么时候成司令了？娘，我不是跟您说过吗？我现在的身份是特工，我会有很多称呼的。你以后听到什么稀奇古怪的称呼，千万别奇怪。啊，菲儿啊，你这次回来，能和你爹并起前嫌。他心里高兴着呢。十多年前，我们也有做得对不住你的地方。别记恨你爹啊。娘，您看我既然回来了，我这心里边早就不记恨爹了。啊，那就好。你在外十多年了，也老大不小的了。成家了吗？还没有。我现在的这份工作也容不得我去想，想那些什么儿女私情。哎呀，只是我和你爹都老了，我们也都希望能有个后辈接你爹的班呢。娘，我这回回龙家集就是来助我爹一臂之力的嘛。是啊，你爹他不容易，这么大一个家族，他一个人撑着难呢。日本人很快就要打过来了，周围呢还有二鬼子，还有虎啸山和岩山的土匪，弄得老百姓是民不聊生，鸡犬不宁啊。这土匪可恶，日本人是更可恶。嗯，菲儿，你这次回来就不要再走了，我给你说个媒，你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赶紧结婚生子，我们龙家还要靠你延续香火呢。哎呀，娘，从您进屋到现在，您就已经跟我提了两次这个事儿了。娘，
我觉得呀，您现在应该和爹享享清福，让爹把龙家集好多事情交给我们这些小辈做就行了，享享清福多好啊！你爹，他也这么说。他说，他要把龙家集自卫队的兵权啊，逐步的交给你。你妹妹龙梅啊，是个女儿家，你呢，带过兵，打过仗，他把队伍交给你，放心。像风一样的离开。